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今天的新活动季后赛第二轮，首先是在靠北哟，在靠北你，我总评100怎么变98啦？啊，哎呦干，我们盟战怎么感觉有点危险啦、啊？输，哎，其实大家都有被降种啦，哦。只是我是被降二啦，我看有些人是降一，不一定啊，真的是 EA 又不知道偷偷修了哪里了，不知道修了哪个加成了，我现在还没有去研究他修了哪些加成，这不是我们重点，我们今天重点是我们的季后赛咯。那目前呢，所有的队伍之中呢，只有一组还没有确定，就是我们的独行侠跟我们的快艇队，这两队目前呢难分难舍。OK， 那我们这一次可以领取的东西呢是球衣，那这个球衣就没有炸了啊，各位就直接选一件你自己喜欢的吧。OK， 那我们季后赛点数呢这边非常的 Brown， 因为它可以重复做使用。那这样 Jason Kidd， 他就是我们上一轮像勇士的老将球员一样，他可以代替任何一张卡片去做使用。那我先来抽嘛，因为这里两包势必要抽一下啦。OK， 75到84。75到84。干！啊，没事没事，他只是还没修好。哎、欸，这不一定，这还抽得到首轮哦。吼！哎、欸，金价是卖闹哦，这一包总算不会闹了吧？85到87。真的是八，那你告诉我这一张可不可以？这一张不要选好了，它只能在首轮合成啊！真的是别闹了，我还抽到另外一张勇士队的。看一下 Lopez， 这个是字母 D 吗？对不对？字母 D， 还有我们Batun，哦，Batun先不要选，先不要，万一快艇没有晋级哦，我就选了就亏爆了。我们先选 Lopez。Wow, Jennifer Lopez. 我是 Jennifer Lopez， 这是 Coin Master， 我敢攻击你们的村庄。好，那我们在第二包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搞笑的卡包。哦哦，第二轮哦，赞赞哦 ，Read OK。哇，现在抽到这么好的卡。OK， 哦，有快艇队，有点小危险，懒叫 Randle， 懒捡 Randle。来来来，第三张85到87老将，哦 ，Damn you, Jason Kidd， 哦，真香，好吗？各位就这样抽来的，好不好 ？Nice 哟，太棒啦，太棒啦！好，我们这次呢，当然是稍微不一样了，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哦。首先，我们先来领我们的 Dirk Nowitzki， 在正上方，我已经领了 ，OK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是变75体力，75体力还会送什么呢？我们第二轮的代币，那也有一定的机会直接中我们的球员啦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次也有选择，那个你要选哪一队会晋级哦？哎，这一次选对了是7万块，选错了是1万块。哦，这边尽量要选对啊，怎么选你们应该知道吧？就是。当你拿到卡包的时候，不要打开，直接把游戏关掉。关掉之后，它就帮你存在仓库里面了。好，那这个15体的话，它给你75点数，跟一个组合卡包，这个应该就是送你代币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呢，收集点数呢比较不一样，它就是会给你一些哦季后赛点数哦，还有一些75到84的球员哦，并且。还有超级巨星代币，这个是拿来升级我们的 Nowitzki。那要升级 Nowitzki 的话，最多要3张，到52000。那我们这次活动是哦，也是两周是吧？52000啊，各位就把52200去除以14，你大概就知道我们一天要多少了哈，还要3729。3729，那我们就记3730好了。OK， 3730。
好，那我们中间呢还夹带着 Kyrie Irving， 我们这次第二轮大师是这样拿的，就是收集点数。OK， 那很明显呢，我应该会放弃我们传奇的活动，毕竟呢好像没有我要的球员。我们就努力来拼这个，我会来拼这个第二轮42600。那如果要拿 Kyrie 的话，42600去除以14，1000大概3043。应该还行吧，我现在已经2500了，重点是我没有氪金哦，就是商店，你去商店金币买一下应该就随便了。好，那么这次合成呢，基础球员是76到84，还是75到84，然后第二轮老将球员，刚刚我选了那个 Jennifer Lopez 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然后这边有三张，这边有三张，就是你如果我一直换到重复的，比如说我一直换到重复的 read， 我很不爽，我就拿来换。OK， 应该就这样吧。然后这个应该是自选哦，这个可以自选。那我们这一次合成呢，也有稍微不一样。我们这次要，比如说要四张啊，一次要集满四张，然后他才会给你5750点。5750点 ，OK， 那我们这边有了。好，它是一组一组的组合啊，它有两队的概念，两队总共四个球员。OK， 那个就只能换一次，重复换的就是这边哦，这个很多也要20张，还有这个我们的5750点。好，那我现在你看我两个快艇队球员，所以拜托快艇要晋级，我求你。OK， 我求你。那我们德老的这边就是收藏品哦，91换下来94 97，96，抱歉，大概是这样，这没什么。好，这边右半边的合成还有一个季后赛的部分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有，自己回答 ，Mitchell。如果你有选86的话，可是他要的东西，哇塞，有点给他多耶，35张球员啊，各位，你们有那么多球员吗？那这部分就，哎呀，很麻烦这个升级。好，那我猜，假如啦，因为这里面有一半的人会晋级嘛，你一定要先把90换出来才能换下一轮的吧，对不对？不过你还不用那么急着换，还有6周5天可以去做思考，不过你的球员要够多啊，不然你就算选对了，没办法去做升级的话，也是很浪费。这要做一点取舍了，看你们要努力打活动，要把这些球员花掉，还是说不要 Kyrie Irving 了，不要德劳了，你们觉得嘞？但这都是一个赌注啊，所以我才说为什么86要升起来，我还不知道谁会晋级啊，对吧？是吧？好，场外消息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我们现在教练好像有改动啊。他前阵子我用的时候好像是8名，符合8名，他就有这个我们神射手科尔加最大的效力。但是现在改掉了，他现在就改回来，就是要全部符合，总共10名球员，他才能发挥他最大的效力。哦，难怪我想说，我之前怎么放个8名，他直接加爆啊！你知道家暴吗？113专线那个，但是现在没办法，我现在只能这样摆喽。这样摆是目前看起来是最高的、啊，哎，没有到100种评，各位，哭啊！好吧，那我就先这样子摆好了，就把它全部符合吧。我只能这样子喽，不然呢？好，那这个就是这样。好，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活动介绍，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。但我最近原本想要直播啊，可是因为真的网络太烂了，所以烂到我真的没办法直播，我自己玩游戏就已经有点卡了，如果说再直播下去的话，我怕你们看到画面应该都 4K 高清。 OK， 那我们就这样咯，拜拜。